不好意思，狗哥、盖哥 Q 到的，首先道个歉。没事，失误，没办法。你是不是在想动作？不是，是太依赖提词了，不能依赖提词。哎，那没关系，我觉得不行。没有，真的我觉得还好。其实这两天跟 TT 在一起，我们做音乐其实还是很认可彼此的，对。 我觉得非常对不起 TT，对，好好的一个第一名被我直接就还挺难受的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，因为发生的事情你没有办法让他重来，我就说什么都没有用吧，我觉得我不会怪他，因为我换一个角度来说，如果是我失误的话，他也不会责怪我。 我挺难过的一件事情，其实我蛮想跟咖喱走到后面一点的，我觉得我们其实是 match 的，我觉得挺可惜的。根据我们的规则，因为他们在第一轮中无人挑选，所以他们成为了败者联盟一。现在我把项链给回你们，请你们两个大声的告诉所有人，你们的联盟叫"成功之父"。 干得漂亮，但就是纯粹是对我自己这个作品我很满意了，我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。其实结果我也很在意，但是那一下我觉得更多的是我跟艾斯的一个配合度，这种感觉是一个激动，对，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。对。